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好看又实用的妈咪包，包包上面呢是有很多小动物的图案的，包包面料厚实耐用，可以防刮不留痕，防水防雨淋，下雨天的话就特别好打理了。前面这里打开之后有一个网的隔层，可以放宝宝的餐具，然后呢这里是有三个独立的奶瓶槽，里面呢还是可以保温的哦。后面这里呢是有一个拉链袋，可以放手机等贵重物品，它的主袋口是可以从后面这里进入的。这里呢还有一个保湿的袋子，可以放湿毛巾，包包是可以放下两个奶瓶，里面呢还可以放下尿不湿和奶粉罐、湿纸巾、宝宝的衣物，还有玩具、纸巾等物品。两边的侧袋呢可以放雨伞，而且这里还有个弹力袋，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。这边是专门设置于放纸巾的，出门的话呢是非常方便的哦。包包手提出这里是架了有铆钉作为加固加牢的，可以增加包包的承重能力。平时出门的话呢可以这样子手提，还可以手挽，前面背，后面的单肩、双肩。